帅则很帅，你就要变男主角了。Super Idol， Idol， Idol。就这个人笑声很特别。就很多次相遇吧，然后觉得这个人好玩好笑，然后热心也有，嗯，嘿，就觉得这个人笑笑。觉得业务嘛，反正也是来，就是他来的时候，他让我的感觉，第一眼让我的感觉就觉得啊，也是一个追女仔就对了、啊。反正第一次见面，晚了应该也没什么了。他说，我只是靠脸在卖这张脸而已、啊，没什么内容。他想来想去，我如果没内容，那别人还有内容，对不对？靠脸吃饭，我是没有很认同啊。没有人认同，那你把它关上啊！等一下我就把它打坏了。你再拍，你再拍，再拍。对，阿姨别动手。真贵啊！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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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弄一公里尔啦，阿伯我弄了三公里。哎呀哎呀，啊你上好伊了，你看你要放啥物，一日讲。啊你昨天那个起点我要去搞清楚了、啊，那是小部分，嘛还是一个店家，对啊，你讲店家家己，他在外面跑市场还是，就是我到这个年龄有社会经验，就觉得有些事情有所变有所不变，该不变的就是我们的本质嘛，那该变的就是要去顺应这个社会，对，我在拍些照啊，然后可以播一些旁平面的东西啊。做一些宣传。但是等他起来的时候，他的脚是大一点，就是一脚是直的，一只脚是这样子的，所以就看他起舞熊熊。那我就说你怎么了？他就说哦，因为昨天拉生意，然后可能喝到帮，所以他骑摩托车的时候，就摔倒了。就没办法。没办法，解决不了。嗯，啊，怎么办？喝到醉。啊，喝到早上哎，就一直喝啊。台湾的文化就是喝到醉。那也刚好了，那个两个老板对我还不错了。那喝了几手？我们喝了大约快三箱吧，瓶装的了。我就说，那你在社会上已经很老练了啊，你也可以挡酒啊，你不一定要喝那么多，你肯定要哎呀攒了嘛。那你也可以叫别人来载你啊，你不一定一定喝到忙，为了做生意，为了业绩，然后你喝到身体就是喝到挂，但是你还要骑着摩托车回家，还是沿路上一直就是一直黏，还是黏他。然后等他下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还可以吗？然后。就他说 OK， 我就看着他，他就背着个斜背包嘛，然后他就一拐一拐的走进那个店家的时候，然后那个因为那一些就是老板啊，或者是伙计啊，就问他说：“哎呦，进来你喜欢弄啊？”然后就说：“啊，没啦，没啦，没啦，啊，我的卡手上去落地了。”很伤心，我就觉得，你看一个男生，他居然为了要工作，为了生意，但是骑摩托车跌倒。但是他还要骗人家说没有，我只是老掉，所以我当时我就在外面拨那个电话给他，然后我就很哽咽跟他讲说，啊，你有必要要这样子吗？我说我在外面看得很伤心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一拐一拐的又走出来，我就走到我面前说，啊，我是哥呢。这个是我4岁，然后他3岁的时候，然后这是在台南公园，就是现在的台南的中山公园。他只要开心，我觉得他就想说想办法让旁边人也跟着开心。他很饱，我不会轻易让大雕出现的。哒啦哒哒哒哒啦，怎样呢？大雕永远是来无影去云中的。
好，反正下来是听吃好了。啊，伊还较爱食，那么就讲，在哪一个场合中间，大家都较爱他们那样打成一片的。那这个孩子还是在从小的时候到现在还是一样长得很好了。嗯。啊，因为黄龙庆本身他个性很好了。他比较有一个慈善心呐、啊，他主神的心呐、啊，哦，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我看到，说林家老喜欢赶课让他写了对不对啊？哎，他也有名家一回，哎，哦，所以到现在他我知道他的人很和，较人和较人和啦，啊，较袂讲安对朋友之间较袂讲安我动过脑筋，要不然设计朋友啥不会，所以他、哦。也个性我知道了，他能够可也当为平民牺牲哦。哎、你要你因为东西有同学教过，黄龙这个个性的呀，一摇尾就写了，他好像有落包主打过有气味，但你老钱也是他别管，黄龙这老我给他看不惯，好、你敢借他绝对给你借你的，但是说绝对讨不回来。嗯，啊，这就写他最最了下善的一面。嗯，东西有点，有的有点，咱三个是无共世界。这里有点，这里有点，这个有点，我袂来看他的，我嘛袂来看他的。我需要打电话，咱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好。我之前是在开车的嘛，我有曾经做送货员，那送货员我们总是想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哎，赶快货送一送，然后去摸鱼。那就常常这两条路嘛，两条交叉路让你选。哎，你今天走 A 路线、B 路线，你就会塞到车，你会想到 B 路线比较好走。对，你走 B 路线，你会想到 A 路线比较好走。对，那我有曾经就想过一次，要不然我就叫我同事两条路线一起走。嗯，哎，在一起走，两个人的方式什么都不一样。嗯，我遇到的状况也不一样。对，哎，你怎么去判断说 A 是好的 ，B 还是不好的呢？但是这个点想通的时候，我大概已经大约27岁。嗯，但是人生永远它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永远是这样子。就算你面前有10条路，你也不可能都把它走过。虚拟人生，真实的人生没法做到那么有张力，是要买一个虚拟人生来玩。一开始是学动画，对对对，学动画。你学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去完成一部小型的动画，你包括灯光、摄影，然后一些道具、建模，甚至动作，剧本什么，你自己来是可以完成，是你可以了解它的流程是怎样，然后再来接触到电影这一块。那其实它是同工异曲之妙，那就是有兴趣嘛，就蛮喜欢的了。我喜欢起重机呀、啊，到现在还是吗？对呀、啊、对呀、啊，就偶尔会去过过瘾这样。哦，哎呀，不是说每天都在骑。我们去会师，去花莲会师。那我们有很多数据嘛，你像那个重机那个时候开放到现在死了大约200个，那200个里面，他的年龄层25岁到35岁，其实都是精英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每个人的观念都错误。所以朋友问我想拍什么电影，我一直想说重机重机。你这个东西，它拍出来可以给年轻人一个好的观念。我们不要飙车，对，不要飙车，不要学 GP， 因为每个人都看 GP， 过弯就已经要膝盖磨地，对，这样啊就凹啊凹啊凹啊，啊结果凹的都是欧巴欧巴，一直凹，都凹塞凹塞，都一直出去一直出去的，哎呀那种速度，然后那种重量，那个不是你可以去想象，而且那个瞬间一秒钟。这是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很快乐度过人生就好，因为我觉得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就是外表跟内心的是差很多。因为我刚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人笑笑就对。要帮蔡妈妈弄花园。
人家在搬，我就跟着搬啊。好的，剪得好爽。哎呀，那你，那你，很快了的。来啊！谢谢。我们先走了。等一下见哈，马上来。为什么要帮蔡妈妈？就想啊，就想，就做。蔡妈妈说她买了一块地啊，有果园的，叫我去那边看看。看看哇，你要做园丁的，园丁跟他有什么关系的？连工人都做了，对不对？园丁算什么？不过我是比较喜欢做那个禽兽啦，畜生的。你现在没女人。没关系啊，你有十兄弟。没有十兄弟，看都长茧，都是茧。改天送你去饺子，啊、这样就好用多了。粗一点比较好，比较时间比较快。不要录到我。因为你的声音，人家你他是阿北啦，不要录到他没关系啦，大家知道就好了。只剩下爱，我一直不愿再去猜，钢琴上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听见相遇的心如何 say，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补妆。补妆。腮红要吗？那腮。是啊。腮红。来啊，那个刚刚就是那家，那家那个的力量冰那家，很好吃，刚刚真的好吃。你先拿回去吃的。我有啦，这个你有经常咧熬夜。哦，你在追的哦。熬夜身体会啊破啦，这个够气血啦。够气血。够气。不是啊，这老公不吃哪个气血，我冲冲。哦，你做工啊？你后尾，一件电器拢衰啊！我咧老，你是咧想什么啊？哦，是的，你老哦。你那少年人一定想咧。无啦。你猜我爸就知啊，少年人十八当然很气煞。哦，无他一旦跟人家谈感情的时候，他不是像现在男生，就是过北高，或者是不认真，对。但是可能。男生有很多考量，我觉得男生的角度就是我可不可以给这个女孩子，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对象，每一个家庭背景毕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也要觉得他能不能承担啊，对啊，那可能他也会觉得说，如果我娶了这个女孩子，她的家庭背景或是我没有办法给她幸福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不能当这个女生幸福。你之前应该也一定有交过女朋友。有啊有啊。那好，我这么帅，你嘛帮帮忙哦。哎，上进吧。等一下交，等一下交。那为什么？很帅，他很帅，他很帅。会分开的关系是？因为我的要求很高啊。所谓的要求高是什麼？要求就是我要的是两个字，智慧啦。嗯。哎。那智慧它的范围包含的非常广，这 range 就很广啦，哎、广因人而异呀、啊。对对对 对。那以你的观点来说呢？以我的观点，好，今天我要求智慧，嗯，但是智慧这种东西跟年龄是成正比，嗯，哦，它是成正比，但是我又要少女的肉体，那就冲突了。对对，哎呀，那你怎么去找呢？哎，或许之前会找啦，然后为什么不交女朋友？是一次一次。我觉得我都放在心里面，就是我觉得我，因为我都是玩真的，嗯，哎，我从来没玩过假的，嗯，啊，所以一次一次，我觉得，哎，我再几次下去，我可能会受不了，嗯，哎，那我要不然我就先暂停这样，嗯，要不然就是宁缺毋滥。Bye.
但是我们两个都归建之后，归建就是他回到他的床，我回到我的床，我有写信过给他。啊，这是。啊，以后我感觉讲，伊阵足感动的，因为伊阵伊当尊敬伊，感觉无朋友。他就呈现，他好像那时候呈现快崩溃的一种心态，一公一接接到我一条破衣老板塞，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在我的船上，我嘛做港口呀，哎呀啊，所以我是借由书信来抒发啊，啊，我想着这个朋友我也想要写配合伊安尼，然后到我们退伍之后，我才知道说那时候好有一阵子伊得病啊。变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嘉义，那黄晴有御驾不归，所以我们都很担心。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都很紧张，就怕他会想不开或是等等之类的，所以他只要每一次有状况，我们就会直接去殡仪去找他。我觉得没有透露太多，对，因为他可能第一个他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嘛，那辜负了是别人，或许是别人辜负他嘛。那他可能，或者他是很受伤，那个晚上会躲起来戳去那一个，有没有被戳去那一个？只是他可能是男生，他可能他是男人，他不敢去透露这些事情。他只能说哦，那他可能对我们家人讲话，就说哦，可能我们不适合。对啊，那我们家人就只能尊重他嘛。对，但是希望他能赶快结婚啊，因为也不小了。对啊。不用想我多啦，人生就是这样啦，真的是这样。不，我讲这点都跟我想要娶某有无，我改变我家己想多啊。是哪？我永远就是一种不惊死的种。啊，反正我有一个人，只要比我老爸老母好，我过身就好啊。我感觉我都有好，我迄阵真正心态就是，我唔惊。我真正袂惊。你讲真要娶某，我感觉无可能。这个。是哪？我爱做全身健康的，我爱对我某负责任。交代，嘿。我的身体是安怎？我的保险三岁保险单全部拢爱付伊出。对，无错无错。你因为我的工作有危险性啦。嘿，你今仔有写遗嘱无？无。啊对啊，你有无？无。我十年前我已经写起来过啊。好嘞，啊你写啥？我就写我这世人，我来爱阮老爸老母好，伊让我强养大汉，我的保险有倒位倒位倒位，偌济偌济，我要送互送，偌济我要送互送。啊，就是军中的一些生活啊，他们迄个，咩讲，做压抑家己的，他就是很容易压抑自己的心态。啊，去接受现在的生活。所以感情一直会空着是这样子的，那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有缘分的东西的，它该来就来，有时候你强求强求不来，而强求来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多人说哎，这个女生很漂亮，你去追啊，追没问题啊，但是我追到了要干嘛？对，追到了要干嘛？我只是为了追而追嘛，我不是为了我需要我想要的才去追嘛，我看到只是一个外表嘛。对不对？嗯哼，哎呀，外表他确实会吸引我，露体的部分，对对对。但是我对他的外表跟他的内心如果没办法贴合的话，我会觉得我会非常反感。哎，对对对，阿星，我找一个女朋友了。哦，你妹跟你长得像吗？哦，那不像，有信心。那好，
喂，断讯，喂喂喂。你是说脸不像还是身材不像？哦，那太好了，那有机会。我要遇到对的啦。小孩是一定要的啦。对啊，有啦，朋友跟我讲你妹的那个状况，哥哥是不是？对啊，我之前女朋友都叫我哥哥啊。哦，需要把他带出来的那一种就是了。那谁要带我出来啊？彭宇欺负你是不是？哦，是我欺负你是不是？啊、哦，嗯，本来男人就是要欺负女人的嘛，对不对？但是女人也乐意被男人欺负，是不是这个道理？卡梅拉要点头啊。想结婚的心态到底是什么？第一个表面的。我这边我这表面责任，哦，年纪大了，我们有传宗接代的育儿责任，然后我们跟交往的女孩子有没有，也有因为年纪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个想要组织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就算不是很喜欢很爱的女孩子，但是她对我们的家庭，真的假的？很现实啊。真的很现实，考量的因素就跟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不一样，应该不一样。你讲我这个人哦，我袂去人危害啦，所以我无结婚的机会做。你袂钓竿人害啊，无生意人害啊。袂啦袂啦，我无结婚就袂人害啊，对不？哥，他能够保护你，而且又能够教导你很多东西。能啊，他有他喜欢的，他有他喜欢的。你觉得他讲的，他讲的那些东西，真的就是死的东西。感情是活的哦，那个围墙不像东西的这样围墙，一围起来就是这个界限。这个界限很容易那个的哦。很难讲，可是他教五个，我看的都是这样子啊，对啊。或许啊，我把他当很好的哥哥，对对对。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王金这个人。那个朋友的姐姐，借由朋友的姐姐认识他的，嘿，那时候他很像是做酒销的，然后姐姐是开炭烤店，然后姐姐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就介绍给我们认识。你是不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像我那么粗鲁的？我也当一点不粗鲁。你可以回答。你觉得我是粗鲁还是自然？哎，你没有啊？不，你是不是粗鲁？过来啊你！我现在被丢。女生可以连续高潮就是这样子，男生只能一次啊。那我说你荒唐的代志啊！我有点哭掉了。我说荒唐的事，如果发生在我们两个身上哦，真的很放大。啊，荒唐的事在他身上，你讲还好啊。一人就是安尼啊，其实心上软的。啊，插着心的代志吼，一下目屎就水流落来。你要拍一个那个，你的拍一个那个。这个。右转哦，右转哦。要做右转。要做右转，是不是？他猜的是这一个哦。看解答。看解答哦。你真的要猜这个？还要换吗？要换，要换。破例，破例。快讲究哦。看你，看哪一个？这个，好，先来，先来。确定啊？哦，不对，我是阿峰啊。丢了！等等等等等等，是你。
样土，还是要找一个伴娘来土？母，用的就在。好的，可以了。哎，伴娘在前面，伴娘没有。用的在伴娘在前面，伴娘哦。来，进来。我们属虎的不能进去了，属虎的很凶。没办法，难怪不进去。哎呀，很想进去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危险。对啊。你几公分啊？我要八百五吧。你想借个小车，那是借主要看面状态，那可以啊。谁拿来的？我快要掉眼泪了。妈的嘞！是谁？帮我找出那个凶手，掉眼袋出来。那为什么要掉眼泪？啊？为什么？我这个礼拜帮哦，啊，经过爱国西路，那边都是婚纱。我你有讲过。嘿，啊，怎么？音乐剧有这么歌曲？对，这我来。感想结论对他是就是祝福嘛。一直很大很多很多的祝福，那感慨就是说啊，人家已经结婚了，我还在这边，对不对？还带两头猪出来，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感慨嘛，没办法的事情。猪要掐我，自己不行，不要怪别人。哎，你比你个白讲，哎，我你又要插嘴，哎呀，哇，你叫我感情来Me too。他也随小了，被奸人所害。喜欢他的他不喜欢，啊，他喜欢的他又要伤害人家。掌声也非常红毯，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幸福师范乐团的老师，两位小提琴老师带领着新人要来进场吗？哇，我们今天的热血老哥和树老哥在这呢，两个人呢跑在雪中跑得非常漂亮，非常的帅气，祝今天都要很幸福，晚安，拜拜。要幸福哦，我们要拍婚纱要先减肥吗？你不知道我已经减过了，还是减肥后的照片。真的吗？还是拍的
只想要和你唱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